姐，你不要再欺负我弟弟了。黄大云居然说安以灿是他弟弟。我让你是对我伸出善意的唯一的朋友，结果全都是你做的。三爷，今天跟阿姨出去玩吧。我女儿在哪里？过去你抢走别人的男人，现在被抢走孩子，感觉如何？是我先认识他的，抢走他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 ，High Class《亲爱的谎言》全台首播。